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俺来走亲戚了，今天一走算是这个年都过去了。俺家来两天开也带把了，俺妈歇歇了。然后今天来俺大姑家了，昨天晚上带着俺妈给她那边的老亲戚走走，然后今天一天跟俺爸这边老亲戚走走，都没有啥事了。走完这今天一上午走了几家，最后来俺大姑家吃饭了，吃饭回去都没事了。哎呀妈，几个就可以坐等吃饭啊。我在大厂里面几个是光棍儿。我在等着吃饭。几个阿姑给俺准备饭啊。我几个在等着吃饭。哎呀妈，可得歇歇了。光棍不咋，几个这光棍啥也不想弄啊。几个单位光棍儿。吃好喝好。好嘞，一种好劲啊，喝酒啥都会，我跟你说不比奶奶茶。厨师，看几个专业厨师了？看那啥啥专业了啊！俺两个嘞，厨师是吧？专业厨师，专业厨师，大饭店的厨师啊，这都是。厨师一般做饭都是用勺，都不用叉儿。看俺姑这个院儿弄了还可得劲呢，他这是给弟弟，然后弄了个房子，俺姑父他俩搁这儿住了，没有跟着他的孩儿。都这一圈还可带劲呢，是不是还清静，适合养老。看看那是妹妹、啊、她是妹妹，自称妹妹、哎、谁都在给她叫妹妹。妈妈我要穿的还得给她叫妹妹呢。哇，瞅瞅俺姑放了老古董架子车，见过吗？恁都来往后站，往后站。哎对，哟啊，没事，妈妈扶着来，乖，对，妈妈给你压住，呀，呀，嘿嘿，来，恁都上不上？都上上，叫给恁压压，来，呀，恁俩没见过这东西吧？这是架子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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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俩轱辘一个班儿，哎，啊，你也上了，嗯，叫妹妹上上啊，快，好，嗯，让我坐这儿，好，咱俩坐这儿。妈妈，哪了？我怕扎住你。你怕扎住我？没事儿，我坐了可牢稳。轱辘俩同工，好，换完。能给我放谁说的中？哈哈哈哈！好啦，好啦！有一下了。找数，咱手被压住手了。好，咱。哈哈哈哈哈！俩压住了，俺下去再说。我这一动，立马，幸亏没坑俺呀。哎、这是个老古董了，这还、啊。哎呦，你看这怎么这么大劲儿啊？我说这推不动。你上不上？哎，推不动了，这个车。没气了，这边轱辘。妈妈，以前走亲戚是不是都是推着这？推着个架子。吃饭，人家都坐上吃了，吃饭喽，走吧，瞅瞅俺跑一天，睡着了？睡着了。
冷不冷啊？这个羽绒服。走走走，回车里，走了，冷了。车里走不冷。走吧。家要是谁完成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哦，这一走，这个年算是真的过去了啊，也不待开了，也没亲戚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安生了，该安生，该上班上班，该打工的打工，该工作的工作。吃完饭了，是不是待过开之后吃的都是剩菜剩饭？吃剩饭的举手。有啊，吃吧。嗯，咋啦？这又得吃多少天？这只是一小部分。妈妈的，这个也可以吃啊，这都是橙子乖，吃吧。嗯，又撅嘴了。